然后发现你走过去之后就很开心，又跑掉了。因为狗狗它听觉很好，它往那边看，就发现你在跑，它就跟前面的影片一样，它就追你追过来。好，那就请啊，同学先走，不可以看它。好，换下一位。好，换下一位。好可怕。小米觉得很好。换下一位。好，换下一位。不要害怕，勇敢。你真的很怕，你就不行，你就会。